以下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好多谢大家支持，一早来到这里听节目啦，都希望大家帮下手点赞、订阅和分享，还有呢要看一看、在、不同频道的订阅状况、如果、再提一次大家、如果你被、YouTube 封了号，希望你尽量上诉，因为、已经有很多人的经验就是呢他就冇上诉，开一个账户，咁、那个新账户又系好快被封嘅，咁所以都系提醒翻大家啦，能够上诉嘅尽力上诉啦，如果上诉唔到咧，咁先再算啦，即系呢一样嘢，即系希望大家即系都系注意一下，因为我哋系俾人盯上咗，俾人投诉嗱，咁主要系俾人投诉嘅，即系寻日我讲嗰啲其他可能性。其实是不是有可能我都认为有可能，但是那个情况呢就应该不是多的。多被人即是投诉到封号应该是这样。即是我们现在估计都是这样的。主要就是参与神芒第一线的芒友呢就被人投诉到封号。现在即是累计我们收到的报告呢已经超过100人了。那真的很大件事，即是结果是搞到这样。即根本冇必要，即究竟我哋得罪咗咩人呢？咁当然我讲嘅嘢都系事实啦，咁讲事实应该都会得罪某啲人嘅。咁嗱，姚柱操姑就话佢系主要系朝头早，其实佢哋应该系有揾到啲人系即系集中力量去投诉嘅。嗱，但系你话我揾唔揾到证据，譬如我有冇人即系喺嗰啲群组入边可以截到图，咁我话俾大家听冇。我都不怕跟大家讲冇，即系会不会有些人迟啲良心发现爆翻俾我哋听，佢系做过啲乜嘢，我都不肯定，即系因为试过有啲情况咧，就系有啲人系良心发现嘅，即系有啲人系会良心发现咯，我只能够讲啊，即系一良心发现咧就会做其他嘢咁。授权令话镜粉，咁唔系，但系我提醒翻大家，亦都唔系镜粉，因为咧。个情况就咁，我哋啲网友里面咧，就有啲都唔系好对呢、這个Mira 反感嘅，有啲直情系几中意 Mira， 有啲咧就好憎 Mira。咁我哋有一个网友咧好憎 Mira 咧就俾人封咗，咁亦都有一个网友咧就系、都算系中意 Mira 嘅，亦都系俾人封。咁所以即系、我认为呢单嘢咧就同Mira 系冇关嘅。我的看法，同埋我评论 Mira 嘅时候好持平嘅，即系啲唔中意 Mira 嘅人咧，就觉得我咧就有啲偏颇嘅。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你要睇下而家即系香港嗰个市场，佢哋系成功嘅，即系 Mira 佢哋系成功嘅。即系我唔系话佢哋才艺掂唔掂，即系好老实讲，才艺嘅嘢掂唔掂咧，有一个客观嘅标准。咁好多人都中意。咁你唔鍾意，咁可能係你同佢嘅品味唔一样嘅。即係我嘅情况都係我就唔係好鍾意佢哋，我都要讲返。但係好多人都鍾意，同埋你睇到佢哋呢，即係 Mira 佢哋嗰班人呢係尊师重道嘅，即係拜年呢都去搵下汪明荃嘅。即係呢个老行尊都係要去拜会下佢。其实识做呢啲嘢嘅人呢，其实你话好差呢就唔会嘅，即係我嘅睇法啊。我的看法就是这样、首先呢都是要多谢 Y808Y 的支持先、Sally Wong 又烂型卧底，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即究竟是不是会鬼拍后尾枕那些、收捐量又真的不懂欣赏，我都不懂的，是不是？即老老实实，每个、大家要接受一样东西，其实每个世代的人呢会喜欢不同的东西，即你自己都要接受一下，即有啲人佢中意韩国男团又好，韩国女团又好，即系香港男团、香港女团又好，即系或者佢中意其他即系唱歌嗰啲人，每个人都有自由中意乜嘢嘢嘅。其实我嘅睇法就系、即系你觉得佢冇 taste 咁可以嘅，呢、這个都可以啊。但系你唔好直向同人哋讲话你冇 taste， 即系呢个就得罪人啊嘛。呢啲嘢根本冇乜。意思嘅，其实讲真，即系你讲真，呢啲系娱乐嚟啫嘛，即系又唔系影响到个社会嘅运作嘅。即系如果你一啲人做嘅衰嘢系影响到个社会运作，咁我哋梗系会出声讲啦。但系
而家呢個情況唔係，即係 Mira， 你睇 Mira 會唔會影響到個社會運作？其實係唔會啊，即係睇 Mira 其實冇乜嘢講啫。我到而家都認為咧，中意睇 Mira 嘅人咧，即係佢哋係有一個唔同嘅品味咯，同自己同我自己唔同嘅品味。我唔會話我品味好高啊，即係當然有人話你都好 cheap 啊，中意聽尹光咁啊，咪係咯。所以每個人有唔中意唔同嘅嘢啫嘛，係咪先啊？所以呢啲嘢咧，好老實講。每个人一样嘅，仲有啲人就中意听阿郑伊健，咁俾人话 M K 噶啦，都系咪先？即系其实讲真，我觉得喂，每个人中意嘅嘢唔一样啫，你尊重一下人啦，系咪先？即系你话好 M K 咁样咁，即系 M K 又唔系侮辱性嘅，但系即系有啲人会即系讲到要同佢个品味一样，咁先至系识嘢，咁其实。喂，唔系咁嘅呢个世界，系嘛？即系系嘛？听古典音乐，我识有品味，哦，净系听古典音乐嘅啫，咁系另外一样嘢嚟嘛。嗱，好啦，咁啊，讲下即系法国嘅美丽风景先啦。嗱，咁喺法国咧，礼拜二嘅时间咧，就有跨行业大罢工，咁当地嘅公共交通咧系受到严重冲击嘅。咁呢个原因我哋之前讲过噶啦，就系因为佢反对嗰个退休制度改革。咁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只单纯系即系退休制度改革出现呢个美丽风景线，有人咧就系因为高通胀啊，咁我生活成本就上升好多，咁呢一样嘢都系会引致即系示威嘅。其实就嗱咁巴黎咧嗰度咧就有示威者话呢个退休改革唔公平，亦都唔必要吓，咁。即是迫使好年轻已经投入劳动市场的人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咁就退休金问题进行协商的委员会呢就打算提供替代方案。其实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做体力劳动的人呢，即是长期都是做体力劳动的人呢，你去到60岁其实都做不到了。即是我好老实地讲，即是如果做开地盘去到60岁其实唔係好做到，體力不計，唔夠啲後生做。咁你話我有手藝嗰啲得唔得？咁可以有手藝嗰啲可以做多一陣嘅，但係你過咗60歲都好容易手震嘅，好多人都即係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冇辦法做啊。咁冇辦法做，咁佢要攞退休金，咁要等多兩年，咁佢梗係唔鋸啦。啊，即係呢個我都明嘅，其實即係點解啲人會出嚟示威，我都明。嗱，咁啊。巴黎的地铁服务就因为罢工受到严重干扰，很多路线都减少了班次，有些地铁站就要暂时关闭。国家铁路局的计划就是全日法国各地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高铁，即是他们就叫好像叫 KGV， 好像叫 KGV， 我忘记了 KGV 火车维持正常运作。这个不是 KGV， 是 TGV， 他们那个叫做，对不起啊，我有些东西都是记错了，会经常记住 KGB， 是 TGV 火车。他那个城铁和区间列车就维持正常服务的比率就更少。咁咧就建議法國人咧就取消或者推遲出行嘅計劃。咁航空、能源、教育行業咧都有從業員罷工嘅。咁啊包括巴黎戴高樂機場嗰啲人啦，滑雪勝地嘅纜車工人啦。咁啊仲有巴黎中學啊，咁有警察同遊行嘅人咧就有衝突。咁啊有報道就話西北部嘅城市雷恩咧就有幾千人上街，咁就有警民衝突。咁当地又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激进分子混了进去示威的人群那里。其实很多地方的示威都会这样的。就是有些激进分子其实他们那个诉求呢跟那些和平示威的人根本不同的。但是呢他们又混进去，就是骑劫他。啊，那些激进分子例牌都是做什么烧垃圾桶。又向那些警察呢就掟东西。喂，这些是标准动作来的。其实就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其实一出现了这些呢，你和平示威的班人呢是一定要跟那些即是玩这些极端东西的人切割的。如果你不切割呢，你连自己合理的诉求呢都会被人搞到呢你是变成是不合理，因为很容易就会说喂你这个诉求呢，喂为什么会是有暴力分子或者是激进暴力分子混了进来的，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是不是你们本身都是那些激进暴力分子，即是一定要切割的。有些你不可以说我借埋那些激进分子的声势
啊，去令到政府咧就軟化。咁呢個根本就冇可能，因為咧你同嗰啲人企埋一齊咧，之後咧一秋後算帳嘅時候咧，你唔好話即係西人地方唔會秋後算帳，一定會嘅，啊一定會計數嘅。呢個有曬視頻噶嘛，而家佢要拉你好容易啊，其實即係警察要拉人，而家比廿幾年前係容易得多嚇。啊根據法國多個行業的工會較早前的消息咧，就係禮拜二全法國就有200多場不同的示威，咁傳媒估計就有過百萬人上街，咁警察亦都估計120多萬人參加抗議活動，巴黎有10萬人啊，都是去示威噶啦。咁內政部當然嚴陣以待啦，咁啊11000個警察同埋憲兵咧又奉命維持秩序。咁上個月19號其實已經有一鑊㗎啦，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咁112人參加，咁巴黎呢就有80000人、啊、上次就咁。咁其實法國佢哋公共財政赤字係增加嘅，咁而家點解馬克龍佢話要改呢個退休制度呢，就係、希望嗰個財政體系呢就平衡返啲。一個問題就係啲人口老化，即係同埋啲人條命越嚟越長啊。咁马克龙唔系第一次做噶啦，佢2019年咧已经试过推呢个退休制度改革，但系反对啊，即系俾人反对。同埋2020年咧就啱啱新冠，咁啲计划咧就搁置咗。咁马克龙咧新年嘅时候咧又宣布，就系咧今年咧就系佢要改革呢个法国嘅退休制度重启啊，即系复常之后就即刻重启。嗱、啊，咁其实有冇必要咧？其实系有必要啦。即系我认为好多地方都系有必要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即系做体力劳动嗰啲人，你即系去咗某一个年纪做唔到噶啦，咁你要俾其他嘢去做咯，即系有另外一个方法就系俾其他嘢去做，一系就俾佢早啲攞退休金啊。咁啊，法国好吓人，即系阿芬旺，佢唔系吓人嘅，佢哋有呢个革命传统啊嘛，啊佢哋系有革命传统嘅。嗱咁工会佢哋。讲咗佢哋有几多人上街咧？佢哋就话全国咧就有280万人上街嘅，喺巴黎咧就有50万人。嗱，呢个系工会估计，内政部就话1272000人参加呢个活动。嗱，头先我点解讲咗预计同埋而家个实际数咧？实际数比预计仲多。巴黎有87000个，呢个系内政部嘅数字。咁即系法国咁搞到咁大镬，其实阻唔阻到嗰个改革？阻唔到噶啦。即系我认为都系，就算搞到咁大话都阻唔到，因为有啲嘢系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佢就一定会坚持做落去嘅。如果即系一个执政嘅人咧，连呢啲嘢都冇办法坚持做落去咧，佢唔使做啊。即系你睇到马克龙点解佢搞完失败咗，俾人反对，跟住仲有疫情，跟住之后又要搞翻呢个即系退休制度改革，佢就知道如果佢呢一样嘢佢唔做翻嘅话咧。即其实法国的公共财政有很大问题。好了，讲完法国这条美丽风景线之后，就要讲一下这个俄罗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就见到访的埃及外交部长这个舒海里。舒海里就向拉夫罗夫转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信件。啊，即系而家咧就系靠嗰啲即系两边都有朋友嘅国家咧，就做一啲斡船嘅工作啦。嗱，拉夫罗夫咧就话俄罗斯准备好听取一切关于调控局势嘅建议，但系西方国家咧正在为向乌克兰提供武装吓，寻找藉口。咁咧呢个系攻击呢个俄罗斯啦，当然系啊。咁咧，有關做法咧就唔能夠實現和平。嗱，呢個就係拉夫羅夫講嘅。咁拉夫羅夫咧，佢又話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咁樣，好似嗱呢個西方國家行動咧，淨係反映一件事，就係傾向於無視聯合國安理會嘅決議，轉而採取侵略式嘅行動，包括用軍事力量。嗱，咁呢個嗱佢咁講公唔公道？其實就唔係。呢個我又講翻個真話。伊朗核问题咧，西方国家的行动咧冇偏离，即系联合国整体的决议嘅。嗱，个问题咧就系你当你联合国安理会嗰度咧，佢有常任理事国嘅，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咧就成日都一票反对。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其实大家都睇到佢系一票反对嘅啊。
咁你話哦，中國都係棄權啫，咁有啲嘢都唔可以企邊嘅，只能夠棄權咯，唔係同佢反對咩？係咪先啊？嗱，即係如果你話咁樣，西方就係採取呢個侵略方式咧，咁其實就真係唔啱數啊！即係你睇下真正去揼呢個烏克蘭嘅就係俄羅斯，啊咁用軍事力量去揼烏克蘭嘅就係俄羅斯，係咪先？嗱，同埋佢係佔咗人哋嘅領土，你跟住仲有一大堆論述就話佢嘅領土唔係佢嘅。啊！即系佢九一年攞嗰啲领土本来唔系佢嘅，呢个仲有呢个国家咧，呢个概念咧都系俄罗斯制造出嚟嘅啫，系系咁样讲嘅，佢哋可以系啊咁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觉得有得倾咩？其实就真系冇得倾嘅，但除非即系乌克兰佢放弃咗啊自己系一个国家，咁你话佢哋啲人会唔会放弃自己系一个国家？佢唔会嘅，其实系即系呢个系。冇可能嘅，你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乌克兰咧，佢冇可能出嚟话喂，我哋唔系国家，我哋全部加入呢个俄罗斯联邦，佢唔会咁样做嘅。而家系吓，因为之前试过即系入咗苏联咧，结果啲污糟邋遢嘢咧就挤晒喺乌克兰嘅，啲大镬嘢又喺乌克兰，同埋乌克兰嗰啲人咧又俾人捉去西伯利亚。喂，呢啲新仇旧恨咧，佢一讲翻咧就有排数嘅，呢啲系。所以好大镬嘅，其实即系因为苏联做嗰啲衰嘢，其实严格嚟讲，俄罗斯就继承晒嘅，啊，你话佢做唔做到？苏联做嗰啲衰嘢，咁我都唔知啊，即系但系俾人嘅感觉就系佢系做到咯，所以啲人先咁惊佢啫，其实就系、是、啊，咁话西方冇做衰嘢咩？系啊，西方都有做衰嘢，但系即系西方做嘅衰嘢咧就冇苏联咁 Q 夸张，即系讲句实话。因为喂唔系喎，咁苏联佢有做好嘢，系啊，苏联都有做好嘢，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啲衰嘢又系特别夸张，所以先系好麻烦嘅事嚟嘅，呢个系啊，咁啊嗱呢个拉夫罗夫咧，咁其实佢亦都有即系一个趋势嘅，佢讲嘢嘅时候就系佢又即系好恶死嘅。啊！即系成日都系好冷恶死嘅，即系其实根本就讲到明系冇得倾噶啦。就算话有得倾，因为结果其实都系冇得倾嘅。咁所以即系有冇人信佢讲嘅嘢咧？我系打一个问号啊！咁如果你话即系美俄咁，佢咪讲掂数啊？咁嗱，佢又另外一方面咧，佢系有讲嘅，即系嗱呢个俄罗斯嘅副外长。李亚布科夫咧就见咗美国驻俄罗斯嘅大使特雷西，咁呢个讨论咧就系讲呢个军备控制嘅话题啊。咁特雷西咧就系呢个美国驻俄大使嘅第一位女性嚟嘅，系第一个。咁佢识得讲俄文嘅，啊识得讲俄语嘅，喺涉俄事务方面咧有好多年嘅经验。佢係一個資深外交官嚟嘅，咁呢個特雷西之前喺邊度做過？佢喺土庫曼、巴基斯坦同埋哈薩克呢啲地方咧就做過外交工作嘅。咁其實佢去到俄羅斯即係履行職務嘅時候咧，有示威者係抗議，即係抗議佢到任嘅。啊，咁啊點解會咁？咁唔知啊，啊即係係咪覺得呢、這個？特雷西啊，特別西咁咧，我真係唔知呢、這個，真係冇辦法，呢、這個冇辦法預計啊，係咪咁樣啊？即係冇辦法計算係咪咁樣，唔知啊啊嗱咁好啦，即係而家美國都牽涉到好多呢啲國際即係有爭端嘅事務，另外有爭端嘅事務咧就係即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咁佢嗰個國務卿。布林肯又出嚟讲，就话喂，双方保持冷静，咁咧就制造条件啊，令到民众咧开始提升安全感嘅唯一途径。而家即系全世界有好多热点啊，即系嗰啲热点会唔会即系爆镬劲？跟住咧就一啲日外效应嗱、啊，即系以巴嗰度咧就好多年噶啦，即系佢个日外效应咧就比较少。咁但系会唔会有可能令到嗰个油价会升，有啲紧张？其实有可能啊。嗱，呢个就真系有可能。咁呢个油价升嗰个通胀啊，你话可唔可以揿翻低落去咧？即系美国系咪可以继续卖佢嗰啲战略储备咧？咁我觉得就唔得咯吓。咁啊嗱、
而家即系阿巴斯方面咧，佢都有同布林肯会面嘅。咁佢哋嗰阵时咧就讲话，喂，以色列政府嘅所作所为咧就破坏两国方案，并且违反已经签署嘅协议，需要对至今发生嘅事咧就负上所有责任。嗱，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巴勒斯坦人咧都系要即系、就是、面对现实嘅，我认为啊。同埋你唔能够做一啲过激嘅行为，有啲人话喂唔做过激嘅行为，冇人理我哋讲嘢。其实而家你做过激行为都系冇人理你讲嘢，更加有藉口唔理你添。嗱、咁啊，巴勒斯坦人而家面对紧嘅嘢咧，嗱，布林肯讲我呢个就系、是、啊，即、就、系、是、个希望咧就萎缩紧，呢个系事实嘅。啊，咁嗱、啊，你唔俾希望巴勒斯坦人咧，佢咪又会走去搞恐怖主义咯？其实。即系呢一个系相互有影响嘅嘢嚟嘅，即系互相系有影响嘅情况。即系你好似嗰啲以色列人，你对巴勒斯坦人强硬，咁佢哋一定有个反作用力嘅。其实就一定系围揼噶啦，互揼噶啦，一定系咁嘅。咁如果你唔能够即系令到大家都有希望嘅，咁其实就冇办法和谈。咁而家喺以色列同埋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其实就不是理想的、啊、还有就是他们那些人呢，现在有一部分的年轻人是越来越极端的、啊、即以色列那里他们当兵那些人也都当这个巴勒斯坦人不是人，这个也都是事实，所以两边都是有问题的、啊、还有就是、以色列之前又将首都搬去耶路撒冷，这个又是即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咁布林肯咧而家出嚟就谂住可以压住个墙啦，美国佬其实美国佬都压唔住个墙噶啦，即系好坦白讲，佢警告咧各方面咧就唔好采取任何会威胁两国方案嘅行动，包括扩建殖民区。嗱，以色列做嘅呢个工作系啊，将设置前哨站、拆毁措施、驱逐民众、破坏圣城、历史合法地位力。嗰個做法合法化，呢啲咧全部都係以色列做嘅衰嘢啊！咁亦不可以煽動或者默許暴力。嗱、啊，煽動默許暴力咧，呢、這個就係阿巴斯做嘅嘢。嗱、啊，所以其實雙方都係有問題嘅，即、就、係、是、我到而家都係咁認為啊。咁啊，搞到咁理唔理想，我都覺得唔理想啊，冇辦法，但係啊，佢就係咁咯，係好難搞噶啦。嗱咁啊，嗱，仲有就系、是、有个消息咧，就话布林肯咧就会去中国啊，喺呢个月嘅五号、六号就去中国，咁咧就希望同中方嘅官员咧就讨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嘅战争。咁呢个系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John Kirby 讲嘅。咁呢个 Kirby 咧就向呢个媒体咧就话，上年八月中国抗议时任众议。议院议长佩洛西嘅及到乜嘢咧？就系、是、军事后变化嘅议题。咁布林肯去中国系寻求重启有关嘅谈判，或者可以为谈判注入一啲新嘅动力。咁戈比咧，佢就话知道布林肯好期待去中国可以处理所有有关嘅问题，亦都话喺呢个乌克兰发生嘅战争都系。美方期待布林肯去到中国的时候可以提出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布林肯访华的提问的时候，就说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和美方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合作，但是必须指出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嗱，干涉中国内政主要都系即系香港同埋台湾地区嘅情况啦。咁损害中国利益，当然系即系嗰啲打压啦，即系贸易上嘅壁垒啊，打压嗰啲咁嘅嘢。亦都强调台湾问题咧系中国核心利益中嘅核心。话呢个系黎明嘅讲法，核心中嘅核心，啊，唔系核心嘅外围吓。咁咧就系呢个中美关系一条唔能够逾越嘅红线嚟嘅。美方任何时候咧都唔好试图突破呢条红线，咁呢条红线一突破咗咧，就乜都冇得倾噶啦。其实啊，咁好啦，嗱咁啊，即系而家全世界咧都系
好多天災啊！即係我哋呢度尋晚咧又暴雨，咁好多地方都浸咗，有啲屋咧就即係浸咗啊，亦都冧咗啊！即係係好大鑊啊！而家咁，但係唔係淨係我哋呢度係咁啊？啲美國中部同埋南部咧就受到冬季風暴嘅影響，咁咧就冰凍降雪啊，雨雪天氣。有些地方就要封了路和学校，在新墨西哥州去到West Virginia 超过4000万人收到这个道路结冰各种形式的冬季天气警报。美国气象局说除了影响交通，冰冻天气也可能造成停电。根据预测，这个德州因为道路或者其他设施结冰所受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本身就很少结冰的。咁佢根本冇办法处理咧，即系出现啲问题。嗱，咁啊，仲有就系肯德基啦，Oklahoma 啦，即系 Arkansas 呢个阿肯色州啦 ，Mississippi 啦，同埋 Tennessee 吓。咁佢哋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嘅。咁 Arkansas 咧喺礼拜一咧已经宣布进入咗紧急状态噶啦。咁德州礼拜一开始咧已经发生超过百宗交通事故。咁首府 Austin 嗰度咧就十车连环相撞，咁一个人就死咗。啊，呢啲系极端天气，大家要预咗噶啦。其实就因为冇办法，有啲嘢真系点解成日都讲话，成日都讲冇办法，喂，真系冇办法。有啲嘢你有咩办法？你点样可以即系阻止呢个极端气天气嘅发生？你个人做唔做到？减排咯，吓减到就减咯，尽量减咯。但系你话系咪真系有效？唔知喎。啊，我老实讲，有好多嘢都唔知道。好啦，咁啊，讲下财经消息啦。咁美股咧，佢又即系高收翻啦。咁啊，道指咧就上翻34000嘅水平，有34086点，升咗咧368点。咁纳斯达克指数11584点，升咗190点。咁啊，升幅咧就1.67%。咁啊，仲有就係標準普爾500指數就4076点，升咗58点，升幅咧就1.46%。咁通用汽車佢哋盈利好好，咁股價升咗8%。咁有其他公司當然係唔好啦嚇。咁 Caterpillar 上季嘅盈利按年跌就29%，呢個同佢哋嗰個建築行業差係有關嘅嚇。咁你話喂唔係，有天災咪？会建筑行业旺翻咧，通常咁嘅，即系有天灾嘅时候咧，其实只会加价嘅啫，即系好老实讲，唔一定多咗嘢做，整体啲嘢咧可能拖长嚟做，其实个现实就系咁啊。好啦，讲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你话 CAMCAM 由联合国多年嚟都系西方嘅认同，咁就唔系。即系呢个机制咧，中国都冇话要改变嘅。其实讲真的，即系如果你话一言堂嘅嘢就唔系咯。即系你话佢哋系咪有优势？佢哋系有优势，但系唔系佢哋一言堂。即系美国就系因为人哋唔听佢讲，佢自己都要搞到退出世卫组织啊嗰啲咁嘅嘢。之前侵时代就系搞呢、這个，所以你话联合国美系西方一言堂，咁我又话俾大家听呢、這个。讲法都不正确的，即是我的看法就是他们有优势，他们有言论上的优势，他们有言论实力，这个是真的。但你说中国是不是想改变这个机制？不是，中国是想这个机制变得更加公平，这个是国家的立场来的。即是那个机制要不要公平一点？是要公平一点。其实你说一票反对这个一票否决权，即是这个常任理事国，这样公不公道？好多情況下其實都唔公道，即係講句老實話。不過一票否決權咧，即係呢一樣嘢係對中國係有利嘅，或者對常任理事國係有利嘅。咁所以有啲嘢，喂，本身睇好多國家嚟講，呢啲嘢都係唔公道噶啦。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係唔公道嘅。即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佢一票否決呢個權力係好大嘅。咁你話係咪唔公道就唔參與咁？咁啊唔系嘅，即系你想办法令到佢公道啲嘅啫。其实就好啦，咁啊休息一阵啦，翻嚟咧我哋就讲下其他嘅话题。休息一阵先。